收看湾区资讯，我是黄慧，一起来关心湾区近期的社区活动。一年一度的乡音乡情华人春晚在赛后赛热闹唱响，来自中港台和美国的专业音乐艺人倾情表演，为几千观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歌舞节目，传递美好的祝福，与观众共度中国元宵佳节。3月3日，一年一度的乡音乡情新春音乐晚会在赛后赛 Jubilee Christian Center 隆重举行，近3000华人同聚一堂，欢庆中国春节，表达新春祝贺。这台歌舞晚会是由天路音乐筹办，北加州全福会、Jubilee J China、天路联会、北美天道共同主办，近300位演职人员和义工倾情参与，给湾区观众奉献了一台有浓郁中华特色的歌舞响宴。晚会在丰收锣鼓和古筝演奏中拉开序幕，多位艺术家用民歌乐器合奏、诗朗诵、京剧、魔术等表演，展现了中华艺术的魅力。中国好声音陈永新演唱的《一想到你呀我的家》、《独与耶稣》、《一万个理由》、洛杉矶大都会专职演员石磊演唱的《鸿雁》、《内拉幻想曲》以及他们合唱的《祈祷》等歌曲，博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。晚会在《我今天为你祝福》的歌声中圆满结束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